鸡熏乌龟，推荐使用麻醉剑，不推荐棒棒和弹弓。流星锤无效，乌龟的龟壳有 80% 的减伤，尾巴有 50% 减伤，四肢有 15% 左右的减伤，所以这里推荐大家射龟头。子弹打在龟壳上也有减伤，机枪炮塔也同样。这时你们是否和我想的一样呢？来吧 RPG。好吧，乌龟的减伤对范围攻击的炸弹与 RPG 不起作用。乌龟喜欢蓝色的饲料，其次蔬菜，但我现在只喂得起紫色坚果。淡水炭龟的氨十级就可以学习，支持骑乘武器，左键普通攻击用嘴咬，右键没用 ，C 键也没用。可以骑着乌龟的背上驯服一些中小型生物，比如说双脊龙、复制龙。珍珠，别跑！欺负我跑得慢是吧？虽然慢是慢了一点，但它怎么也要比野生乌龟快那么一点。陆地上虽然慢了些，但一旦它下了水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好像快了那么一点点。乌龟没有氧气值，可以潜水。话说又有谁家的乌龟不能潜水呢？然后你就可以骑着它驰骋这片大海了。首先可以采集浆果，虽然不多，但是至少比你自己采要多那么一点。因为有了减伤的存在，它可以打败许多的中小型食肉龙。但实际上，喂，等等我！乌龟也会被迅猛龙扑倒在地上，然而龟头就这样被迅猛龙紧紧地握住。骑在它身上有一定距离，不被迅猛龙给扑下来，但大多数还是会被扑下来的。最后说一下，乌龟驯服速度并不快，亲手可以驯一两只来玩玩就行，但是千万不要爱上它们哟。
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坐在马桶上默默地拉着奥利给，怎么感觉下面凉飕飕的呀？喂大哥，先让我把裤子穿上行不？那行，我就是踩你的三子。可恶的家伙，你等着，看我的迅哥速龙，根本不熟。不行不行，快跑！喂，这个家伙跑得比迅猛龙还快啊！关键的时刻还是三角龙有用，中爪龙又是一个萌新杀手，在仙子村的海边就会出现的一个中型。